敬老金自治条例的修订，所以才能让万安能够遵照市议会的决议，未来还给长辈1500块重阳敬老金，你们说对不对？不缩水，而且不会打折，这就是蒋万安绝对好大家水亏啦！赞哦，赞哦！所以未来我若是做台北市市长，汪志斌议员抵达不起议会，我们绝对是最坚强的黄金组合，我们也绝对为我们士林北投所有的乡亲，不管是争取的预算、要推动的政策、要通过的自治条例，我们全力的帮大家争取，帮大家完成。阿内好吗？志斌议员，过去这段期间，我们共同跑遍了士林北投，大小活动的参与，大街小巷的走遍，看到志斌议员，他非常有活力，有时候脚步都比我还要快。哇，我们到北投市长拜票，他可以跟每一个摊商店家叫出大家的名字，叫出这家店卖的特色。这就是志斌议员，他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所以这么好的议员，我们不只是要让他当选，更要让他高票连任，对不对？哎，谢谢。有一高票动算，我想才能够表达我们对于这么好的议员、这么用心的议员给他肯定。我们要手中这一张选票来表达我们对于志斌议员的感谢，更要表示出我们对于这一次选举过程当中各种的不实造谣抹黑，坚持我们公理正义的这一方。所以拜托各位乡亲士大，这次台北市市长的选举，这次议员的选举，蒋万安一票，汪志斌一票，汪志斌一票，蒋万安一票，安尼好吗？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团结，团结一致，集中选票。我们希望11月26号，当我们看开票结果的时候，汪志斌议员高票连任，蒋万安当选市长，好不好？好。所以最后剩下47天了吗？时间非常非常紧迫，最后冲刺阶段，各位乡亲，大家要做什么？大家要做什么？拉票，倒 U 票，倒酸团，要拉票，要吹票，要顾票，监票，还要监票，对不对？对，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拼搏到最后一刻，我们不能松懈，不敢大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保持这样的心态，才能够赢得胜选。我们不要届时看开票的时候再捶胸顿足，才来后悔为什么最后40几天没有多打一通电话，没有去告诉我们周遭的朋友，把他拉过来支持蒋万安，支持汪志斌。所以拜托拜托，这次选举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一个机会，因为我相信我年轻人专业假牌绝对可以为台北市的未来拼经济拼发展，这样好吗？拜托拜托，阿爸安迪家哥一拜，拜托大家把咱汪志斌议员加以支持，加以高票动算。我们也要呼吁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支持我们优秀的里长，好不好？全来打里长，全来打里长，全来打里长，全来打。谢谢大家，拜托拜托，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蒋万安动算，蒋万安动算，蒋万安动算，万安万安。王志斌，斗帅！志斌，志斌，志斌，斗帅，斗帅，斗帅！谢谢，谢谢，还有李长，我们等一下，请留步。